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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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5天后都没有衣服，哇，连盒子也很好看，我不想要给他们。嗨，大家好，我是谢玛，我们今天来全联买一些台湾的零食带回去土耳其给我爸爸妈妈吃吃看，所以我们现在去买。这里我找到这个，所以我想这个可能可以买，然后给我爸爸妈妈煮。土耳其找不到这些东西比较难，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这个买。然后找到这个也可以，煮东西的时候可以用这个酱，这个也买。然后我也想要买凤梨给他们吃，因为在土耳其买得到凤梨，但是不会很好吃。我们也没办法把凤梨直接带那边去，所以我想应该可以买这种罐子，要买两个。然后我也想要买一些饮料，我有喝过的苹果西的，还有维达利，维达利不维达利不知道是什么，然后给他们喝，这个也可以买，然后我们也可以喝。还有那个我不喜欢的，我讨厌的那个在哪里？他们一定不会喜欢，但是要买啊！这里看到了，在这里，这个两个就好了。哎，这个怎么这么便宜？因为很难喝。好，还有面也要买，海鲜的，还有牛肉的。很多嘞，买这种一般的泡面就好了。建议去看另外一边，这里还有素的也可以买，哎，我家里应该会喜欢。还有麻辣的，还有要买这个鱼，要买两个，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喜欢，所以我买小的。这个也要买，这里还有乖乖。这个也小小的可以，嗯，这个包看看，卡蒂娜，诶，夏威夷还没看到，麻辣的口味，这个也可以买，应该很辣，夏威夷，还有一个这种面，我可能会用一些酱什么，然后煮一煮给他们吃，可以煮干面给他们吃，所以这个也要买，海鲜的虾子口味的，这个也要买。我们买了很多饼干、饮料、面，很多东西，然后还有一些酱什么的，所以这些都会买，然后带去土耳其给我爸爸妈妈吃。我们现在来买凤梨酥，还有一些台湾的名产，因为剩下一个礼拜后就去土耳其，然后我们要开始准备我们的行李。有一家店，我们现在去那边。就是这个后面的这家店，日出凤梨酥啊，我们来这里买日出凤梨酥。日出凤梨酥，那我们进去。哇，怎么这么多人？真的是，哇，排队，很好看的，啊，一定很贵。这里是不是也有一点像咖啡店？嗯，哇，连盒子也很好看。哇，我怎么，你怎么没有带我去带我来这里？哇，
些好像都是 gift box 是不是？哇，对，我不知道要买哪一个。要几个？你要几个？可能五。对。哎，不好意思，哎，这个要三盒，那这个要两盒。要三盒，然后两盒。它都是一样的东西，可以吗？只是包装不一样而已。啊，对对，我知道。哇，我们买了这个应该有五公斤，这个真的很重，真的这个真的很好看，我不想要。盒子很好看，我不想要给他们，都给我自己有兔子的。我们买了五盒的凤梨酥，然后一盒太阳饼，对，我想要我家里也尝试太阳饼，像吗？什么像吗？我们像吗？好，所以这个已经买好了，这个袋子等一下会给你，因为太重，我没办法。我们要带去土耳其的东西已经买回来了，然后已经放在行李里面。啊，打开，应该要有那个声音，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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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哎呦，很多，你看。都没有衣服，就是我放弃我的所有的漂亮的衣服买这些东西，两边，哇，一件衣服也没有，都是零食。带那么多东西去土耳其，他们吃得完吗？要吃，慢慢吃没关系，真的是很多嘞，你看。你看，哇，很重，有饮料，黑松沙士都是我喝过的那种，什么黑松沙士、维他露什么，然后我就超级讨厌的那个芦笋汁，对，然后就是面，然后珍珠奶茶，有些东西爸爸妈妈给的，像什么红茶，台湾的红茶，因为土耳其的红茶跟台湾的红茶不一样，所以我想要我家里尝试台湾的红茶，然后。台湾的绿茶也有很多是爸爸妈妈给的，水果干，什么凤梨的，芒果的，芭乐的，很多水果干，然后好几个好几包绿茶素的面。好，然后看这边哦，都是零食。希望那个海关不会，我就停，你们不能进去。已经超过那个，你们要卖掉还是给家人？还有一些很多零食，什么鱼啊，还有凤梨，很多零食，太阳饼，凤梨酥，哦，很多很多很多，真的，他们应该是一年才吃的。看我家人要不要？其实因为在土耳其，我们也不会很常喝。我想要让他们试试看台湾的零食还有饮料。从土耳其回来的时候也买土耳其的东西带回来，所以去土耳其的时间快到了，剩下一个礼，不到一个礼拜，五天，五天，所以五天后飞去土耳其，对，飞去土耳其，然后确诊啊。啊，三年都没有确诊呢。希望我家人喜欢台湾的零食。我们去土耳其的时候也会拍很多影片，所以还没订阅我频道的人也可以赶快订阅我的频道，才可以看得到在土耳其拍的影片，那也可以开小铃铛。那我们在土耳其见，拜拜。